大家好，我是大喜。今天一早6点钟我就起来，我去菏泽接那个接我的大舅哥，也是小慧的大姑，小慧的四哥。他四哥从广东打工，厂子倒闭了，公司倒闭了，然后他今天回来了，回来山东，回来山东看看我们。今天我去接他。我把车停到这个停车场了，到了这个菏泽了，菏泽火车站了。现在我去找一下那个四哥，看他在哪里等着。我去找一下。刚才我给他发了一个视频，我看了一下他的位置，他好像应该就在这个附近。四哥，到，在哪玩的？啊？在哪玩的？我把车停到那屋了，那个停车场那里。走吧，这都是你东西。这面可行。走。往哪走？出去人去吧。啊，也去。啊，你的东西不少。啊？你这地子这东西，上火车也够麻烦的。我最好上，这是太远了。哦。哎呀，坐上吧。这个没有水，给你瓶水喝。啊？水吗？是吗？嗯，有矿泉水。啊，矿泉水拿过来。给你一瓶。这得太烫了。行。挨着。好了，到上车。接到我四哥了，马上出发回家。饿了，吃点东西去。有点太饿了。早晨没吃饭。两碗牛肉汤，十五了吧？十五了。有饼还是吃饼还是什么？你在广东干了多少年？21年了。21年了，都在哪个厂子？是。突然倒闭了，你有没有什么不舍的？没有。早就想离开那里了。啊，冰是吧？好的。我家的牛肉，我不得再啃一啃，啃不得再吃是吧？我昨天晚上没吃完。啊？我昨天晚上都没吃完，哎，别给我了。我很多牛肉，我不得吃很多牛肉。为啥？牛肉这是不是羊肉？这是牛肉。对对，我不要那么多。哎。我得这些你得发胖，不能吃太多，真的。你爱吃辣椒的话，你看那有辣椒油。你得回去看俺妈去吧。啊？我说你回去上套房看俺妈去吧。那拜拜。好。你回家隔离3天再说，不敢去，经常去。哦，还得隔离3天。肯定回来的，你走完好像你肯定隔离，有3天以后才可以去看他。嗯，对。你现在在家里给隔离3天再说。吃啥？吃饼。
你得几年没见我逍遥了。我记得你走上南那时候还很小嘞，是吧？我记得我送你上湖南站。5岁吧？啊？5岁了。1岁吧？差不多。回家。哎呀，外边还是热啊！到家了，起来，啊，一摁这里，到家了，开始卸行李。我四个人呢，在那个小慧她二姐家住。你有钥匙吗？你有钥匙吧？有俺姐的钥匙。你有他家的钥匙吧？啊？你有他家的钥匙吧？有俺姐的，在俺姐家的。哦，先别管了，不用管了，不用管。那还用我送你过去不？不用，你这样，你走吧。啊？你走吧。那我现在要回家了。那我得看啊，我得看逍遥去。行，好。